黑色的。可乐也是圣诞礼物吗？那个人可以先回去吗？开玩笑 ，Lucy 对 Lucy， 还有差几个，多一个对吗？蓝色的吧，蓝色的。哎呦，你们超有心的，谢谢。所以我选了六个礼物之后呢？那就是那个，就帮他们互相交换。啊、我们先抽第一个，那个我刚刚选的第一个是哪一个？啊，黑色 Lucy 吧 ，Lucy 是一个香水吗？还是是、这个、还是那个歌名的名字？有个店叫 Lucy 吗？对啊 ，Lucy 啊 ，Lucy 有吗 ？Lucy 24号，好自己，自己都会抽到自己的，他不会，不会，有没有可能抽到自己的？你会不会好笑？因为如果抽到自己的，可以这样换一下啦。24号，可是你不能啊，那个球蛮热的，哎，臭哎，球不热的话，等下会怕的。但是要不等下好像出去外面，等下出去外面。不是，哦，是这种 jewelry， 可能是项链哦。来，我们拍张照。这里，好，来，1、2、3，可以。哎，我们敬业的，我们一个贴在手机上，再来抽一个吧。我们要抽那个青色的，没有，青色的，青色的哦，10号，OK， 你这个还挺重的，应该蛮贵的吧？这是谁送的？这谁送的？哦 ，OK， 恭喜你啊，10号对吗？好。这里这一台，我们开箱，2、3，谢谢，恭喜你，希望是好礼物。接下来我们来抽那个蓝色的，谁是这个幸运呢？幸运儿，这是9号还是6号？还有画线吗？9号吗？9号，你需要一定要来，应该不是抽到自己的吧？如果抽到自己，记得要说哦。恭喜你！这是从迪士尼带来的吗？还是只是包装？我看一下，是基金吗？我得。来，谢谢，我们拍张照吧。好，来，1、2、3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再抽到一个黑色的。小小的黑色，我们现在抽的是这个小小的黑色的，感觉应该像是他现在的位置就不用再抽，是吗？玩具吗？4号，哎，你什么？4号我的，4号你的，哦，恭喜你有玩具。我这东西，我4号到底放哪去？你蛮轻的，哎，在哪？没有，在哪？你有拿吗？拿真相印。很有趣，弄什么？好，你们大概那个位置就好，在前面点对飞机。现在这里吗？对。好，来了，1、2、3。下一个，红色的圣诞老人。幸运儿是20号。Number 20，Mandy 吗？恭喜你啊！这个应该是巧克力吧？对啊，这谁买的？啊，是不是巧克力？糖果都有。最后一个嘛，对吗？对啊，待会儿我们再继续。哦，1号，哦，我觉得很漂亮，包的很美的这个纸，还蛮暖的。这是谁买的？
家人的，你知道是他的吗？2 3猜一下是中面包店的，是中面包店。